是改编音乐作品呢？改编音乐作品是指使用原有音乐作品的曲或者词进行作品的再创作，改编作品，从而创作出新作品的行为。近年来，在众多的社交平台、音乐类平台、移动软件、舞台表演和电视节目中，改编他人作品并进行演唱、录音、录制的事例非常常见。对于这种行为又合不合法呢？事例常见，但不代表合法。在改编音乐作品前，必须取得原作品的所有权利人，即是原作品的作曲人、填词人和出版社的同意和授权才可以进行，否则有可能造成侵权行为。改编人应该充分尊重版权和权利人的权益。